本期讲解一个手机搬砖小副业项目训练营1.0版本，实操1小时收益50块钱，一部手机轻松日入100以上的一个项目啊。大家看看，就是这个手机搬砖项目，非常简单啊，非常简单，需要每天操作，还可以拉人头，赚的钱是更多的。这是收益图啊，这是收益图，多久能学会啊？基本上看完就能会。每天的话，时间是没有限制的，有空就可以做，有空就可以做。设备的话，一天前期一个就可以，后期做熟了的话，可以多少操作。这个任务不需要养鸡，不需要养鸡啊，养号啊，直接做就可以了，直接做就可以了。大家看，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包括任务搬砖项目，讲的非常多，讲的非常多，教你如何操作。还有这个录广告的项目也有，自己就可以了。如果想要本套教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个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手机搬砖小副业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